到嚟咧就已經係成個 view 啊！我俾大家睇下入到嚟，哇！一聲基本上係望到成個金灣河新城、高爾夫徑，城係一個無可挑剔嘅，係咪啊？成個別墅區即係三到五分鐘係去到河新城商都食嘢玩啦，咁一樣。咁咧就都可以望到一部分濕地公園啦，望到一個河嘅景咧都去到30,000+。咁而家九州部天鵝咧，佢而家嘅均價去到22,000到24,000之間，即係均價Hello， 我唐生，咁咧今日同大家咧再次回顧下呢個珠海金灣嘅九州部嘅天鵝，成個金灣區唯一一個望海景高爾夫嘅一個精裝修現樓樓盤。咁咧成個樓盤咧就係高爾夫球場係包圍住嘅，咁咧就生活配套係非常之方便啦，五分鐘可以去到呢個金灣嘅六大中心、華發商都商務中心、萬豪酒店。同埋呢個圖書館啦、行政服務中心啦、歌劇院，嗱一橋通港澳，15分鐘車程可以直接咧從紅殼大橋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嘅珠海關口啦。喺香港揸單排車1小時咧，係1小時生活圈咧，去到呢個從香港出發去翻到樓盤嘅。咁咧就都呢邊咧都靠近呢個機場同橫琴。咁成個樓盤咧都係一個成熟嘅一個樓盤啦，旺中大靜。咁咧即時今日咧帶大家去回顧翻成即係更新翻成個樓盤嘅情況。咁咧我哋中軒咧就每日都有呢個睇每日出發嘅睇樓團。咁咧大家都可以聯絡翻我哋。好啦，即時開片。咁咧同大家嚟呢個四期啊，最新嘅一期保利九州天鵝四期咧就叫越麗嘅。咁佢四期咧就而家起緊，預計咧就係明年嘅呢個時候啦，2025年嘅6月30號咧就交樓嘅。咁佢四期咧係全新嘅户型升級啦、精裝修升級同產品升級，面積係95到143平方。咁咧有一隻143平方咧，佢係一個豪宅嘅設計，6米6嘅大陽台，南北通透，雙面景觀。
咁一入到嚟咧，佢呢個大堂咧係非常之霸氣，同埋咧係一個比較即係豪宅嘅一個標準啦。咁樣我哋入去同大家睇下。OK， 咁咧就同大家去睇翻。咁咧就呢度入住率高咗咧，係因為第一個有學安新城嘅一個配套啦，重點佢係一個雙學府嘅一個配套啦。咁咧佢係有名校嘅，即係周邊啊有名校嘅校網啦。紫荊中學喺珠海嚟講咧，都係排喺前幾名嘅。咁咧數一數二嘅，仲有容鴻嘅一個貴族學校啦。咁咧都係一個即係喺珠海嘅一個。即係第一中國版的哈羅學，即係第一個貴族學校啦。咁入到嚟咧，佢四期同三期，即係一二三期係完全唔同嘅。嗱，我哋可以睇翻從呢個水晶燈開始到大堂，咁咧佢都會做得比較，即係嗰種新中式嘅園林同埋嗰種風格咧，係會比較休閒同埋寫意嘅。即時帶大家睇下，我哋上到四期嘅一座示範單位，兩梯四房。咁咧就同大家睇大嘅先，呢個咧就真係好，即係我之前睇過咧都哇一聲，143平方做到一個豪宅嘅設計。咁咧呢個交流標準，咁佢嘅四期咧裝修標準係全新升級。咁咧入到嚟咧就已經係成個 view 啊，我俾大家睇下入到嚟，哇一聲，基本上係望到成個金灣河新城高爾夫景城市夜景。咁咧呢個真係一個無可挑剔嘅。咁咧，仲嗰一邊嗱，北面係望別墅區同埋高爾夫景啦，南面可以望埋個濕地公園景、雙面景、大露台嘅一個豪宅。咁呢個總價 total 咧都係330萬到350萬有交易，1.5成首期咧40多萬上車。咁咧就可以同大家睇翻佢成個 view 咧，真係一個無敵嘅一個，真係一個無可挑剔嘅，係咪啊？成個別墅區。大家知道九州部天和別墅仲係喺呢個疫情之，即係呢幾年啦，再加埋而家行情咁嘅行情之下，仲加價賣嘅一個別墅。咁咧就基本上別墅咧就係我哋嘅視野之下啦。咁對面咧就係嗱紅殼大橋啦，15分鐘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嘅關口啦。我哋揸車3到5分鐘係去到河岸新城商都食嘢玩啦。咁如果踩單車嚟講咧，喺呢度沿住後面嘅雙湖路過去咧，大概都係15分鐘，咁咧就可以休閒啦。咁我睇翻咧，佢呢個陽台咧係我哋行嗱呢個陽台本身佢呢個係非交流標準嚟嘅。呢條柱度咧就個陽台，示範單位就等於佢封咗陽台啦。咁咧當然交流係冇封嘅。咁睇翻佢嘅廚房咧，就做咗半開放式嘅廚房，係啦。咁咧廚房交流標準啦。同埋中央冷氣啦，都係一個交流標準嚟嘅。咁佢呢度南向咧就做咗生活陽台。咁生活陽台咧後面咧就有學校啦、街市啦。而家內地好興咧就叫唔叫街市啦，唔叫市場啦。嗱，而家起緊呢度咧叫鄰里中心啊。咁咧就集呢個生活配套、呢個社區福利同埋街市同埋商場為一體嘅一個服務中心。咁咧就乾淨得嚟又方便，真係樓下就係街市啦。樓下就有幼稚園、學校同埋高中、金灣中啊、大學城咧附近都係非常之方便。OK， 咁咧我哋睇下房間咧佢嘅一個佈局啦。咁咧就做咗一個係啦，做咗一個呢個係一個兒童房啦。兒童房可以望到都係望到高爾夫景同埋城市景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大單位咧，呢一個咧，我相信咧就係滿足到你啦，因為佢做咗雙套間，呢度咧就可以做一個長者房，係啦，咁咧就都係一個套房嚟嘅。呢邊都有個洗手間啦，呢個唔係主人房啊。咁南面個景咧就即係北面個景靚，呢個係一個客廁。咁咧就南面個景咧主人房都算開揚，咁咧就都可以望到一部分濕地公園啦。主人房仲帶個套間，洗手間夠曬大啊！仲有呢個衣帽間啦，雙面景觀係啦，咁咧就非常之唔錯。我相信大家如果睇到視頻咧，或者你親身過嚟睇咧，呢個景咧，我相信係真係喺航空新城，即係因為呢幾年咧。
早幾年對面啲盤啊都唔平嘅，我哋可以鏡頭望翻對面嘅中海啊，或者噴水啊，望翻呢邊嘅盤咧，當時仲望唔到高爾夫嘅，望到一個河嘅景咧，都去到30,000+。咁而家九州部天和咧，佢而家嘅均價去到22,000-24,000之間，即係均價23,000+啦。等你睇翻樓層，咁咧都係一個而家剩翻有景同埋一個即係性價比嘅一個樓盤，咁我哋咧就每日有呢個睇樓團啦，可以親身帶大家過嚟睇下中唔中意。啊，咁咧同大家入到九州保羅天王呢個三期咧，咁咧我哋之前啲業主咧就住喺度噶啦，時不時翻下嚟，成個環境鳥語花香，樓盤係一個完善，即係完善曬啦，佢嘅綠化啦、泳池啦、咁咧飯會所啦。咁成個盤咧，而家入住率咧係叫逐步提高嘅，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，成個金灣區個 view 係應該係可以講係數一數二啊，佢嘅高爾夫景、海景同埋地理嘅優勢啦。咁好多人擔心就係入住率問題，咁其實我哋行到入嚟都可以見到嘅，就係呢度入住率咧，特別三期啊，一期可能一二期反而當時投資嘅多，三期咧好多人都自己住。入住率咧都成超過一半嘅啦，咁成個樓盤嘅人氣啊，同埋佢嘅小區嘅一個佈局啊、綠化、啊、園林咧，係即係每一次過嚟咧，佢變化係非常之大嘅。啊，成個入到嚟咧係一個空氣氧吧啦，後面就是一個泳池。咁當然啦，如果睇高爾夫嘅，佢嗰啲景觀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咧，我哋再同大家睇翻再 hit 嘅户型，而家咧剩翻。講緊可能剩翻一小部分，叫絕版81平方，係睇翻高爾夫景嘅。今日咧都同大家過嚟更新一下。咁咧同大家睇翻81平方嘅呢個咧，其實我哋好多業主買咗，基本上係絕版，成個屋苑剩翻咧，可能係講緊兩三套，咁咧都係剩翻啲中間樓層。咁咧就呢個户型咧係一個絕版嘅啦，甚至二手都好少放盤啦。咁咧就同大家睇翻，今日天氣非常之靚啦，係望到成個高爾夫景，藍天白雲。咁咧九州保羅天和咧真正做到黃中帶靜，點解咁講咧？嗱，一湖之隔，隔住個高爾夫咧係對面嘅金灣航空新城、華發商都啦、商務中心啦、圖書館啦，即係六大中心啦、行政服務中心，我哋辦居住證、車牌啊、全部包括。交契税啊，全部喺對面啦。咁咧，萬豪酒店已經開咗啦。咁仲有歌劇院啦。咁成個高爾夫景咧，真係全部係喺你腳下一，即係已經收攬曬成個 view 啊。側面仲可以望到少少海景嘅。咁咧呢個佢就示範單位封咗陽台，咁咧就個客廳大啲啦。咁佢嘅廚房啦，廚房同大家睇翻佢精裝修交樓嘅。咁咧就沃德嘅家私電器唔大，咁如果大家中意靚景嘅話咧，真係九州保利天和絕版81平方高爾夫景，真係買到即賺。咁同大家睇翻佢呢個咧就係一個睡房啦，咁房間咧都可以望到圖，即係嗰個六大中心望到呢個高爾夫同埋海景。咁咧佢嘅總價咧大概都係去到200萬之內。係啦，咁咧佢1.5成首期咧都係講緊100,000就可以上車，係啦，呢度咧就做咗乾濕分離，洗咗間同埋洗咗盤啦。側面咧，佢如果係單邊位，呢個屬於05户型，仲可以望到海景嘅。咁咧成個金灣區，如果大家想買翻即係通勤，你去到翻到香港。出關方便嘅話咧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交通非常之方便啦。港珠澳大橋15分鐘可以翻到關口，跟住如果揸車咧，真係可以做到1小時生活圈。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個咧就係金海大橋，咁咧第二條橋嚟嘅，喺橫琴搭到珠海機場，咁咧就行輕軌咧複式橋嚟嘅，同埋行呢個車嘅。紅磡大橋咧就開通咗2年啦，咁樣其實我哋。打部的過嚟都係10多分鐘可以翻到嚟，所以咧呢個性價比之王。咁如果大家中意高爾夫海景靚景嘅，一定係啦，第一時間嚟翻我中軒啦。OK。
想关注大湾区最快最新的资讯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个钟仔，再顺手给个 like，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啦。